您想以非常小的投资获得巨大的收益吗？那么 C-CAM 电能质量就是您的正确选择。借助 C-CAM 电能质量监测设备，可以及时发现各种严重干扰，然后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消除这些干扰，从而消除由于这些干扰而造成的难以估计的额外成本。 C-CAM P855 是 C-CAM 电能质量中最经济的入门级产品。这款 S 级电能质量测量设备具备基本的测量功能，可测量频率或功率等电气量，同时还可以测量电压事件和谐波。此测量设备将采集的数据保存在其内部的 2GB 存储卡中。 C-CAM P855 最适合用于工业设施中的总体测量。初看之下， C-CAM Q100 仅在类型名称上与 C-CAM P855 有所不同，但是作为 A 级测量设备， C-CAM Q100 不仅比 C-CAM P855 更精确，而且还能采集间谐波和顺变数据。 C-CAM Q100 甚至可以确定故障是来自能源生产方还是来自能源消耗方。通过这些性能， C-CAM Q100 还可用于电能质量合规性测量，所获得的测量数据可在司法过程中使用。外形更大但仍然紧凑的多功能测量设备 C-CAM Q200不仅涵盖了其他两个设备的所有属性，而且还可以追踪高频干扰。 C-CAM Q200 的超谐波测量范围为2000赫兹至150千赫兹。此外，该设备还可在电压不超过6000伏的情况下记录极快的顺变电压。因此 C-CAM Q200 甚至可应用于敏感的生产领域，例如芯片制造。为对所有这些设备进行参数化设置和操作，您只需一个常用浏览器和网络连接即可，然后就能与 C-CAM 电能质量设备进行通信，无需进行费时的软件安装。与 Comtree 的查看器和 Internet Explorer 的 C-Guard 插件结合使用，您可以直接在各种 Web 浏览器查看和评估事件以及波形展示。为获得更详细且持续的电网质量评估，我们建议使用 C-CAM PQS 和 C-CAM PQ Analyzer。 借助 C-CAM PQS 可以从不同制造商的设备中集中收集和归档所有现场级别的电能质量数据，而借助 C-CAM PQ Analyzer 可以轻松提供质量证据并检测薄弱环节。 C-CAM PQS 和 C-CAM PQ Analyzer可通过其他应用程序进行个性化设置，这些应用可实现报告浏览、电网法规评估和电能质量报告生成等功能。 C-CAM PQS PQ Analyzer C-CAM P855 Q100 和 Q200 设备统称为 C-CAM 电能质量。 C-CAM 电能质量显著改善电能质量。